给你6700的这个表现的价，全部优的话不是这个价了。摩西沙的有种的啊，这个料型还可以啊，一座山一样，还有棱有角，圆不隆咚的还反而不太好。压灯看来有点情底的感觉啊，啊，打灯做有透光，打点水应该会好一点。什么价？这个我到时候直接给你。你先说价格吧，没事的，不影响吗？6700。中间有条裂，这个裂也不影响出货呀。目前看的裂是到这里，没有裂通，这边没有了，会不会变种呢？我给你6700的这个表现的价，全部优的话不是这个价了。全部也差不多嘛，这种料子1700嘛。啊，1700的话有点低了，我那不报价了，直接给你5000嘛。然后这边打的好一点，就开这一块了，就怕这个头子上面会变种，石头小，它也是会变种的。2000块吧，好吧，给个整数嘛。2000块整数价有点低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直接给你3500。3500，再给你加200块吧。2200吧。你再加200了吗？加了500嘛。2500啊？对呀。加不上去了。可以了，加了500。2200可以了。卖了卖了，你自己找的。少的呀，我知道，我看过了我的货。就是说有种水，但种水感觉也不是太好啊，糯冰的样子。当然到冰种也不是这个价，我也知道。2500嘛，不多说了。2200了，2300加100。200了，你要说的好不好吧？2300嘛。5678，23。但是2000多块钱东西，你不可能是说一下子那几千的价嘛？这边有，看到没有？这边也有，所以这个石头至少是说裂，这边这一节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做貔貅啊，可以做2个起码，目前来看，擦了就知道了。我没想到开之前我都没想到能开出这种品质，我觉得就是一个糯冰，但是没想到它的冰感会这么好。发了一个佛功就回本。